三来说，实体二它的目标就是达到实体三，实体三是算形式啊。但是现在当实体二还没有成为实体三的时候，我们说实体二是什么？固然实体二本身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同时针对实体三而言，我们说实体二是实体三的潜能嘛，是它一种潜在状态，是吧？就像一个橡树种子是一颗潜在的橡树一样，就像我们在座的同学们是一个潜在的哲学系的研究生一样，是吧？你们是潜在的，你们在四年以后你们就成为实现了，但你们今天是潜在的，是吧？你们要趋向于那个，是吧？就这样，是吧？而且呢，你们还有更高的东西，你们要趋向，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固然一个事情叫生成了以后，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但在没有生成以前呢，我们说这个东西早就已经有这样的。实际上你看看，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说把它说的一个比较通俗一点，我们很多小说很多传记里面写的某一个人物，就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些特点了，是吧？我们看到林肯，说林肯年轻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怎么样，好像他就已经是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了，是吧？当他后来真为成为一个美国总统，他只是实现了美国总统，他原来就已经是个美国总统，但是是潜在的。他和美国总统一个年轻的林肯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肯的关系，就像一个橡树种子和一个橡树的关系一样，是吧？所以这样一来，这就引出目的论的问题，就引出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实体是怎么生成的。我们现在分析了实体的原因，然后我们说实体是怎么生成的了，就怎么长成的了，那于是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潜能与实现的关系问题，是吧？这是万物生成的根据，就引出了这么个问题了，而且实际上我想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实体学说的三块，第二块是关键，你把第二块理解了，第三块也就顺理成章的很容易就把它理解，是吧？因为我们在讲到第二块释因说的最后一部分，讲到它的这个形式能动性的目的论色彩的时候，已经把潜能的东西带出来，是吧？就是因为目的是能动的，所以形式是能动的，因此形式构成了万事万物，构成了一个事物趋向的一个目标嘛，一个目的。因此我们说，当这个事物趋向于这个目的，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它要实现的目的的一个潜能。而反过来，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那这个目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实现，是吧？所以这样一来，实体怎么实现的？实体怎么生成的？实体的生成就是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是吧？就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种解释，同学们，到这儿时候我们才能发现，目的论或者有机论，它到底高出机械论多少？它的高明地方就出来了，它的高明就说明一个事物要坚定不移的趋向于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它没有达到以前它是潜能，但它达到以后它就实现了。因此这一切都是用内在的东西来解释，不用外在的东西来解释，是吧？是用有机论的生长论的，而不是外在的一种机械论的推动论的，是吧？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水平确实就比较高，是吧？他就来解释一个事物怎么样成为一个事物呢，不是由于你外部的推动，是因为它已经有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变为一种动力，这个动力就一定要把它从一种潜在状态变成一种现实状态，一定让它实现，是吧？这样就是生成理论就出来。因此我们就问一个实体是怎么生成的，你就不用解释是谁谁谁是一个外在力量把它变成的，不是的，是它自己长成的。它为什么要长成？因为它没长成以前它就已经趋向这个目标，它就是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潜在状态，是吧？这样一来呢，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解释啊，就不是像后来两千年以后牛顿的那个是外在的一种机械的运动，他把运动理解为什么？运动它更多不是从空间上理解，而是从时间上理解。运动就是一个潜能状态，或者潜能向实现的过渡，这就叫运动，是吧？当然，这种时间性的理解完全也可以包含空间，是吧？我可以说固然一个橡树种子长成一个橡树，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我说一个东西从这儿移到那个地方，它看起来是空间关系，实际上还是可以还原到时间，是吧？因为你此时 A 时 T 撇的时候你在这儿，
是吧？啊，那么 T 一的时候你在这儿 ，T 二的时候你到这儿来，看起来是空间变化，实际上还是时间的问题，是吧？就是说，当你在 A 点的时候，我们即使解释单纯的机械运动，当一个物体在 A 点的时候，还没有到达 B 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已经是处在 B 点的潜在状态、潜能状态。当它到达 B 点，我们说它实现了，是吧？所以这种解释力度要远远比机械论的解释力度要大得多，解释力度要大得多，是吧？机械论不能解释从像素种子怎么会长出像素来，但是有机论可以解释从 A 点到 B 点的运动，是吧？以时间作为根本来解释，比以空间作为根本来解释，解释力度更大，是吧？这个当然以后大家要将来上了研究生的话，你们要做比如像时间问题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里边的一些奥秘啊。当然我说了这个只能在延伸，你们包括下个学期我跟你们讲康德，我也不会讲到这样一些问题，是吧？啊，那么康德那个地方时间是比空间更根本的东西，是吧？啊，但是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有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影响的影子，是吧？有这些影子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说关于潜能和现实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是吧？我们就说这个，你看看啊，过去我们这个书上一开始写的，过去啊，比如说我们说自然哲学原子论者，原子论者怎么解释一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原子论者是用它原子按照一定的方式构造吧，组合吧，是吧？这种做法基本上是机械论的，是吧？啊，我们看到书上我们说原子论者及其先驱们用元素、原子、种子的机械结合来说明组合来说明事物的生成。柏拉图呢用分有和模仿来说明事物的生成，而亚里士多德是立足于目的论，提出了潜能与实现又易现实的学说，以说明万物生长的根据。这是三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实际上我们想想，这三种模式里面，亚里士多德的模式更接近于柏拉图的模式，是吧？因为这个德谟克利特原子论者，他是用原子一个个原子怎么组合成一个事物嘛？原子组合式，是吧？那当然，原子为什么组织？因为原子它自己，它反正总而言之，它有运动，是吧？啊，它的运动就使它互相碰撞，然后就组成了碰撞碰撞漩涡，然后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事物，是吧？这种解释是从外因来解释，是吧？而且它是从空间关系来解释，啊。柏拉图呢，他是非有说，他非有说说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它被非有。被分有，被模仿，是吧？被模仿，哎，而成为事物啊。事物是因为分有和模仿的理念而成为的，是吧？这是柏拉图的观点。这个观点呢，它不是由原子来说明事，它恰恰是由那个已经成为将要成为事物的模型来说明事物，是吧？因为理念是事物的要趋向的那个模型啊，那个原本嘛。当事物模仿理念以后，原始物质模仿理念以后，就变成了具体事物，是吧？因此呢，在德谟克利特这质料是在先，原子是质料，质料或者是质料在先，但在柏拉图这个地方，理念是在先的，理念是形式，是吧？理念是在先的，在逻辑上是理念在先，而亚里士多德先有原子，原子构成事物。柏拉图先有理念，然后理念提供了原型，然后原始物质模仿这个原型构成事物，是吧？啊，所以这个一个是质料在先，一个是理念在先，形式在先。亚里士多德呢，他认为事物的生成是从潜能到现实，实际上是跟柏拉图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事物虽然是在没有成为现实之前叫潜能，但事物要趋向于那个目标，那早就有了，那是它的目的，那是它的动力，是吧？实际上形式早在先了，啊，因此它趋向于它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事物。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跟柏拉图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形式就是理念嘛，理念就是形式，是吧？形式决定论，而不是质料决定，是吧？所以呢，这一条路线基本上后来被我们叫做唯心论，这一条基本上是唯物论。唯物主义总是原子论的，总是用质料来说明问题的，
唯心主义的他总是理念的，总是形式主义的他总是用那个要达到的目标来说明外说，是吧？正如这一点后来到基督教里面就很清楚，他总是用天国来说明人间，用上帝来说明人，用理想来说明现实，他不是反过来的，是吧？啊，是这样的。所以终点就是起点，在他那个地方，是吧？上帝是最初造的，是造的天国，不是造的人间，人间是天国堕落以后的结果，然后他还要趋向于重新再福乐园，是吧？因为乐园是天上的天国嘛，对吧？所以这个他整个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当然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是吧？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柏拉图一脉相承的理念，是吧？但是科学家们解释世界和基督徒们解释世界不同的案例，科学家们解释是从原始物质怎么构成的，从小的微观世界怎么构成宏观世界，是吧？从质量怎么构成万事万物，啊？唯心主义相反是都基督教也是这样，它是用上帝头脑中的理念说明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的。世界没有光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要什么就有什么。上帝说什么以前的头脑中已经有想法了，已经有概念了，已经有形式有理念了，是吧？所以它这个构成正好是倒过来的，是吧？一个是机械论的组合的，一个是目的论的，是吧？是目的找进来现实。因此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潜能与现实或者潜能与实现的关系基本上就这样一个问题，是吧？因此关于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说，所以我们把这个简单练一下就知道，就是潜能与现实不可截然分开，它们并不是两个莫不相关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潜能之为潜能，仅在于它还没有实现或者完成，是吧？这样一来呢，其实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东西，只不过这个东西在不同的状态中啊。因此你说是两个东西吧，你要是从机械论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两个东西啊。你比如我说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原子组成的，粉笔灰组成的，粉笔灰石灰组成，石灰和粉笔是两个东西，石灰组成的粉笔，是吧？这样当然可以解释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机械论的观点转变到解释生命，我们发现了他就选得比较深色，反过来我们用目的论用有机论的方式来解释生命，我们判决有道理。比如我说新建的同学和四年以后同学是两个同学吗？还是一个同学，但是是两种状态，是吧？是两种状态。所以我说一个成为研究生的我们班的某某某同学是怎么生成的，他是由一个大学生的某某某发展出来的，然后又是由一个中学生的某某发展出来的，又是由一个小学生甚至还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一个婴儿某某某发展出来的，生长而成的。这种解释我觉得更有道理，是吧？更能够说明世界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辩证的充满了生命力的不断展开的过程嘛。它比说一堆粉笔灰组成一个粉笔，这个水平要高得多啊，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潜能和实现的关系恰恰说明潜能和实现不是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状态，是吧？我刚才说了，你们现在还是潜能，是潜在的研究生，四年以后你们就成为实现的研究生了，是吧？反过来说，你们今天已经是实现的大学生，你们想想一年以前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潜在的大学潜能，大学生只是一个潜能嘛，对你们来说，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两种不同的状态，是吧？而呢，亚里士多德提出这样潜能和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状态，由此就提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从潜能到实现，和是潜能到现实的关系。这个过程叫什么呢？这就叫运动了，是吧？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的水平，我一再强调比牛顿高啊。牛顿是什么叫运动啊？运动就是这个叫运动嘛，是吧？把这个从这儿移到这儿，这叫运动，空间关系。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什么叫运动啊？运动是从潜能到现实的实现过程，是吧？这就叫运动，这个当然水平就高了。你说我从这儿到移这儿算不算也是潜能到现实吧？但我没有把它从这儿搬到这儿，以前它只是个潜能啊，它搬到这儿它就是现实了，是吧？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的解释可以包含牛顿，但是牛顿的运动解释就包含不了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这个运动水，我觉得他那个定义更高明，就在这儿，是吧？他是个生长的，
是个有机论的，是吧？啊，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看起来是一个，当然从时间轴来表示，但是他把空间的问题也包含，啊，所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观，啊啊，那么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像引德莱西，是吧？啊，这个引德莱西在后来啊就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后来有些哲学家，比如像17、18世纪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啊，就把这个观点也引用过来，就是带一种神秘，就是说引德莱西是什么呢？引德莱西我们意味叫原城，那我们这有那个英语原城，就他最后实现了，达到了他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但是他能够达到他要达到的目标，是因为他有一种引德莱西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引德莱西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趋向于他所要达到目的的那种目的论的一种因素，这是一种目的论的因素驱使他坚定不移的非要向我这个方向发展，是吧？这叫引德莱西，啊，实际上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一种决定论的注入每个同学心中，啊，还是以我刚刚说，每个同学在座的同学都想上研究生，那么这种上研究生的这种抱负，就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引德莱西。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层了，我们说这个引德莱西就显露出来了，引德莱西就是原层，终于原层了。但是要想原层，是因为先有目的，所以目的作为原层的一个前提，早就已经包含在还没有原层的事物之中，啊，所以这样一来，那么从形式到目的，从这个潜能到现实啊，就完成了。然后呢，最后一点呢，亚里士多德呢，同时又认为啊，这个。实体的生成过程就是从潜能到实现转变，而这个运动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运动，是吧？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没写了，还有一点，是吧？这个是应该在上面注意的，这个我就写在黑板上。那么就是从显能和现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关系又跟形式与质料的关系联系在一块，啊，这个我们先不看这个，是吧？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呢，又和这个潜能和现实啊。实现啊，潜能与实现也可以叫现实，它呢又是和质量与形式是相统一的啊，也就是说你理解了质量和形式的关系，你也就会相应的理解潜能和实现的关系。因为一个还没有成为，比如说一堆泥巴，对一个专家来说就是潜能吗？同时泥巴是砖头的质料了，所以质料对于形式而言就是潜能，形式对于质料而言就是实现，是吧？所以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就是从质料到形式的过程。因此我们刚才这个体系同样也可以说有一个最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潜能和现实的一种意义，是吧？那么任何事物对于它上面的事物来说就是潜能，对于它下面的事物呢就是现实，实现吧，这是叫现实吧，是吧？那么同样这个系列也可以一样，是吧？这个既是个形式和质料的系列，又是个潜能和现实。同样最上面最下面也有两端，一端呢就是没有任何事物要趋向于它的，是吧？没有任何事物要成为它的，它是最底层的，它只能成为别的东西，别的东西不会成为它的，那叫纯潜能，叫绝对的潜能，或者叫纯潜能，纯粹的潜能，是吧？一个呢在最上面的就是外最后所有的事物最高的事物都趋向于它，它是所有事物要达到的绝对目标，那叫绝对现实，或者叫纯现实。但是这个绝对现实它本身再不趋向于任何东西，所以它不再是潜能，潜能和现实相对而言，是吧？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状态，因此达到了最高的目标，那个纯现实就是纯形式。亚里士多德又把它叫做神，叫做不动的推动者，叫做终极目的，是吧？而那个最低的那个纯潜能，也就是纯质量，这个纯潜能纯质量没有任何更低的东西，它趋向于比它更高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纯粹惰性的东西，是吧？而整个这两者纯现实和纯潜能之间构成了一系列既是现实又是潜能的这个实体系列啊，这样，因此呢，我说了，你理解了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你当然就顺理
啊，迎刃而解的叫理解现实和潜能的关系，是吧？这两个这就很简单，后一个好解好理解，所以我们讲的比较简单。我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实因素了，是吧？啊，放在实因素了。好，因此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观点，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边最后啊说几句，就是我们在这个64页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长期以来成为自然哲学中片面机械论的综合基，同时也是神学的重要支柱，是吧？我想这一段话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大家明白，是吧？他始终是构成了机械论的对手，在综合着机械论，是吧？同时呢，他隐藏着神学目的论，因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纯形式纯实纯现实实现什么呢？那当然指的是神，只能是神，那个不动的推动者那就是神嘛，是吧？啊，那就只能，所以他很容易引起目的神学目的论，是吧？引起神学目的论。所以呢，像这样一些论证，同学们要把它记住。然后呢，我们在这学期最后讲到中世纪的时候，我们重点要讲一些最重要的神学问题，其中比较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吧？这个证明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吧？他们都是用他这个观点。好，今天到这儿。